那么作为我们模特呢，每天呢在我们训练之前都站上那么半小时，收腹啊，而且气息要学会用气息，气息是顶在中间的，气息要往上走，同时肩要往下压，感觉有人在坠着你的头发把你往高拉。我们老在这个行业里说形散神不散，看着我外形怎么走着，哎，走着猫步，走着开 walk 啊，很自如，对不对？但是呢我的神韵是在的，就你的状态是很有 power 的，很有力度的，我状态很有力度的，是不是？我到前面看到哗，这一天北京一所职业学校的模特学生们迎来了一堂非常难得的培训课，学校特意邀请一位业内鼎鼎有名的秀场导演亲身做示范，此人正是王洪明。你注意注意你自己的那种状态，别晃肩，走起来一直疯，你看你又散了，还不如刚才呢。眼睛的穿透力呢？穿过穿透力有吗？穿透力有没有？穿透力有吗？你穿透我了吗？你从我这穿过去了没？你眼睛的那种穿透力，穿透力，穿透力，开心，让整个自己的力量强大。王洪明身高不足1米7，他既没有好身材，也没有大长腿。初次见他的人很难把他跟时装表演联系在一起，但是就是这个小个子的男人，走起模特步来却又镇住全场的气势。跟音乐的旋律，你不能说音乐的旋律你频率加快就这样子走了，又这样赶一样的也不对，是不是？而且呢，一定要记住会背部说话，你再走回去会背部说话，你看到没有？我的背部都是长着眼睛的，明白我的意思了没？明白了，我背部都长着眼睛，看到了没？看到了吗？就背部都要会说话，尤其有时候好模特一转身，其实我特别爱看模特的背部。军人出身，前职是银行职员，却偏要搞时尚。你觉得你能控制住他？我就一直是属于那种不安分的啊，不安分的人，也不安于现状的一个人。其貌不扬，却能以技服人。哦，觉着我是这么一个行业的一块料。纵观王洪民的人生，处处贴满了反差的标签。人生就是这，老有很多的这么意想不到。9岁的时候，我也是，我可能还没有这个，比这稍微高一点吧。看到这种把杆，其实特别亲切。那时候其实我们呀，就天天就在训练啊。比如说我们站好了，腿要是夹不住了，他就会拿那个，真的会拿那个小鞭子，就是一个这么长的一个那个小木条，真的就是打你。王洪民出生于陕西省西安市，千年古都，令人记忆深刻的标签很多。大到兵马俑、大雁塔，小到羊肉泡馍、羊皮儿，但土生土长的王洪民却唯独对一种曲艺情有独钟。我爸爸特别的爱看秦腔，然后我也就会被这个秦腔的上面的这种人物和华丽的那种戏装，哎，就备受这个感染。后来拿着那个枕头的那个套啊，枕巾，然后再搭到袖子上面，就装人家戏剧里面那种水袖啊，不管是青衣啊还是武生呀，反正就是我都是装着那种水袖，哎，还有模挺有样的，不知道怎么样啊，是不是不要怎么样，还能不能还有没有当日的风采，还有没有当日的风采？从小就善于模仿的王洪民自幼喜爱舞蹈。当时呢，小时候就真的是觉得就是第一位啊，就是自己就爱跳。然而当年那个跳舞颇有灵气的男孩，却在一次考试落榜后才意识到，有些事光有热爱和努力是不够的。
去艺考的时候第一轮就被刷下来，略知道点舞蹈叫腿长啊，要知道头也小，对不对？要腿要直，还要个要高，因为我那种上半下身比例根本达不到人家的那种大长腿的那个比例。够不着梦想的滋味曾经深深打击过年少的王洪民，然而他当时并不知道舞蹈路虽然没走通，却能为他后来所从事的职业埋下一个重要的伏笔。就是感觉哎呦，真的是逆转，我们那时候确实正转逆转，我说绝对不行。眼下正是王洪民一年中最忙碌和劳累的时候，正值三月底，中国国际时装周如火如荼进行中，这里是潮流的风向标，也是秀场导演们最重要的主场。说这次你们那老板太慢和经典啊，那个老上海的那些男生，油头粉面的，是不是？对吧？就那种阔少爷的那种感觉，我觉得就对了，好吗？没问题，没问题。我看您在那办了个静态展，是吗？就是很有东方的这种哲学。作为设计师的辅助者，秀场导演的工作对于一场发布会来说至关重要。舞台的灯光怎么调，音乐怎么选，模特如何走，换衣工和安保人员的位置等等，所有这些环节都要由一个主心骨来把控，而这个起统领作用的角色正是秀场导演。我们这个行业里都是在讲究的现场，因为它不像话剧，不像电影，我可以一次多播几天，我的话剧可以连着演三场和四场，甚至上午一场下午一场，我们这东西完全就现场，它发布完了就走了，真是昙花一现的东西，它不可能再让你出现第二次再演一次，所以就是以最快的速度发布完下一季的东西，这可能就是它就是够刺激，这种也许就是这个行业的独特的魅力。定到这儿别动啊，就定到这儿别动啊，我一会儿让他们戏再出来再合影再合，现在定到这儿别动啊。到这儿来合一张大合影啊，这是我的心，我就觉着放松了。发布会结束后，王洪民笑得像个孩子，别人也许并不能理解他的欣喜，观众看到的不过是一场十几分钟的服饰表演，但这却是王洪民和其他工作人员努力了几个月甚至半年的成果。稍微往后的，来来来来，稍微往前的，来来让一下让一下，来郑总您站到中间去。不过王洪民并没有太多时间沉浸在回味中，他马上要赶回家整理资料，准备下一场发布会的时装。哎呦！我的妈！我进我也很乱，这哪像个家呀，我一天就成了，我说可以开个网店了啊。王洪民家里最多的除了 CD 杂志，服装鞋帽绝对是最大的品类，随便哪里都可能成为他的临时衣柜。对于混迹时尚圈的秀场导演来说，这些都是他工作所需的，也是他大小喜欢的。但是那个时候小时候不是流行三浦友和吗？就是那个山口百惠和山浦友和，当时还买了他那个什么山浦友和的这种毛衣，就是那种荷叶领的那种毛衣，腰上绑一个带子，跟睡衣似的。那种我还记得，我穿到第一次穿到学校去，好多老师和同学都觉着超奇怪，说虽然也觉得漂亮，但是觉得这不像学生的一种装扮。反正那种就是很，怎么说呢，也很青涩啊，就是追求时尚是没有任何的那种，只是自己喜欢，但是现在仔细回来想蛮俗气的但是我想着没有那个时候的那种经历吧，可能我现在对一些时尚东西把握也不会那么有技巧啊。年轻时的王洪民无缘舞蹈演员梦，却因为多才多艺被招进部队成为了一名文艺兵，
身材条件依然是硬伤，他就学习编舞，不但业务出色，入了党，还因为节目拿奖立了三等功。这名优秀的小兵因此在退伍转业时顺利进了西安工商银行。当年这样的铁饭碗可以让普通人知足过一生了，但毛公民却又开始蠢蠢欲动，觉着哎呀，这个东西真的是跟自己的爱好呀还是就是有距离的，这些对时尚呀对艺术的这种追求也不想放弃啊。那就是在来年的第二年，我又通过自己的努力啊，就考上了西北纺织学院。当时我们这是成人教育嘛，啊，就是大专啊，三年大专。一个银行职员学什么服装设计，很多人对他的举动不屑，但当年王洪民却硬是坚持白天上学，晚上倒夜班工作，学了三年。任何的东西，只要是你学的东西，我觉得在你身上都是有用的。我一般除非就是在秀场上我可能会稍微有一点点夸张，但是生活中的很多东西我觉着都是很正常的。你比如这身牛仔不是很正常吗？它是6、25和45啊，笑笑，裤子也给它收短啊，照相，你结束，换衬衣。现在是57个 look， 6号给我看一下，6号。王洪民执导的下一场发布会是一家首次在时装周办秀的品牌，因此他需要关照的环节比以往要多，就连搭配衣服试妆。这种原本不是秀场导演分内工作的活，因为没人手，他也得顶替上阵。你别给他穿这种粉的呀，穿这种粉的衬衣跟他那男。多亏的是，自己也学过服装设计，也导了这么很多场秀了啊，上千场的秀了，所以呢，也可以说有一点小小的经验吧。明天呀，一定要记住买点那个，就是那个起静电的那玩意儿，喷雾的，就防静电那喷雾的，老师知道吗？嗯。就因为我害怕这个，现在这春天了，那个静电重的。这就是那个1万。他们是企业，他们也是第一次做秀，所以这些事情我都必须要跟他们说出来。真的就像妈妈给孩子教一样，就什么都得要说清楚。说不了，因为企业不是不能怪，因为其实他没经验。日本学校对面的这个嘛，对吧？啊，有两个圆亭，一个威尔也有个，正儿也有个，嗯。哎呀，没错，肯定没错，因为我老来这，之前是挨个伙计开的，走了，不知道咋了，这个生意不行还是咋？嗯，出来等你啊、哦，人山。换一行，换一行，换一行，不抽烟啊？你抽呗啊？不抽。哦哦哦，没事没事啊、哦，你也是我们西安的，不是吧？我不是西安，我是太原。太原的，很著名的演员了，平时都不好见。我们这因为就是真的是跟发小关系一样的，最关我俩都是从银行里出来的。他走向了影视，我走向了这个时尚 T 台啊。不安分的银行职员，银行职员。我觉得这是不安分的人，他到哪都不能安分。当时呢，我们就在那儿，我就给我们的银行成立了一个模特队。御用，他那阵还真是我们的御用模特，就是男模就两个人，就他每一次演出都是不可少的，啊，男模就两个人，就两个人，我们好像是8个人的团队嘛，啊，
六个女生，八个女生，两个男生嘛，基本上是八个人的基础。成员全是我们银行的职工，他们的台步呀和什么都是我教的。当时我们就在我们的一个演出过程中就首次亮相，没想首次亮相就挺轰动的，真的没那阵就是说这东西还算是比较稀有的嘛，因为毕竟是舶来的东西，对吧？没想到就是还能在我们银行这么一个呆板，大家都认为很死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里，还能有这么时髦的东西啊。跳的最好的舞是蓝蓝的天和蓝蓝的夜。不是，这为这毛宁唱的为个歌，俺们哎，为这啊，其实为这也不知道啥都是乖哦，都不知道啥是乖了，反正就是还是应该，对，还是应该，你们应该才会有经验。告诉你俩来开始，咱们就练吧，把包放到这儿吧，好吧，啊、嗯，看着我的鞋走，看到没？对吧？是不是？是不是？好 ，OK， 好，我们转身了，对，很自然的。对，好，转身很自然的，我们就转身了，对吧？品牌特意邀请了几位年轻的明星来客串走秀，但他们像白纸一样 T 台经验全无，于是被送到王洪民这儿，要在最短的时间里调调出差不多的样子来。好，走。你看，你看，我现在发现你的问题，你有点坐胯，坐臀，懂了吗？什么叫坐臀？你看着我后面，看坐臀就是看往下坐，这样往下坐，这样往下坐，看到了没？这样往下坐，走路一定要提臀，就像他们要练，就是一定要提臀。什么叫提臀呢？就是你感觉到你的屁股就是要往上翘，你知道吧？就要往上，就叫提臀，看到了没？就要提臀，看到了没？他提臀，你要一坐臀，他就自然的就是，你看你一坐臀，他自然就是这样走了。你看你再走得快，你是坐臀的。他们就说：“哎，王导，你怎么一模仿谁都能模仿那么像？”其实我从原来走开沃克走台步吧，不管是走女步和男步，其实我也是从模仿中模仿出来的。所以那阵也确实的，干什么都是业余的啊。那阵我做的再好也是业余的啊，因为人家也不会认为是，因为你没有在人家的这个体系里头啊，你去立案是不是？或者你在这体系里面有你的记录，有你的记载，对吧？都没有，那你可不就是跟业余的是一样？其实自己现在想来，我觉得只要人爱好，对不对？他把这个业务做到一定水准，我认为他就是专业的。那你有什么事儿了，你就找我，好不好啊？好吗？啊啊啊！多联系啊啊！我就赶紧的要走了。哎呀，差点有。嗯，没办法，这东西都得拿够。哎呦，在去往服装周彩排的路上，王洪民得知一位熟人这一天来看秀，他特意绕道秀场去打个招呼。因为这个人对他非常重要。汪姐，你那电话就在，哎呦，哎呦，这是我的，发现我的人，我的恩人啊，这跟我们家亲人一样，跟我们家亲人一样，这我的恩人，这是真的是我，这是我一辈子的恩人，因为我从出道，从发现他，发现我，我发现你好，是我们。汪桂花，中国第一代模特中的一员。他从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淡出 T 台，开始担任模特教练、模特编导和经纪人，挖掘培养了陈娟红、于娜、杜鹃等一批名模。1998年，时装秀在全国遍地开花，
时任新丝路模特经纪有限公司副总裁的汪桂花，因为一场服装巡演来到了西安，在当地遇到人手不足的困难时，当时的超模陈静向他举荐了王洪民。汪姐第一天见我就是很冷漠的，说啊哈啊啊是你啊，好好好好好。我觉得他自然条件说实在的并不是很出色，就直接问了一句，我记得特别，你有什么特长？我说呀，我说我没有什么特长，但是我会走台啊，我也会编排啊。然后汪姐直接这么说，那你走给我看一下。小个子男孩，但是说实际上真的貌不惊人哈、啊。做了一个示范，我是觉得那个小范儿还是挺正的。走起来了后呢，汪姐没吭气儿，但是私下来陈静就告诉我，她觉着我感觉非常的好啊、嗯，觉着我是这么一个行业的一块料。就在那次简单的会面之后，汪桂花给了王洪民一次做助理的机会。也是那一年，汪桂花大胆地把中国国际时装周两场时装发布会的编导工作交给了这个业余新人。一个人啊，不管他条件如何，但我觉得最重要，他是喜欢是非常重要的。我觉得在人在热爱和喜欢的领域里面，一定能够有他的成长和发挥。当时啊，一到那个二楼的餐厅啊，当时模特都来齐了嘛。我们一看，我就上楼被汪姐给叫去上。哎呀，这眼睛简直就不是一亮，是大亮，就全是我从电视上或者从杂志上看到的这些超模，这都是我心目中的女神。哎呀，我这心里就这个时候就是一定跳得不行了，当说话都记着都有点打颤啊。1998年的那场发布会上，在一众气势逼人的名模面前，名不见经传的王洪民还是用自己最擅长的肢体语言来表达。多年积淀，厚积薄发，导演了自己人生中第一场真正意义的大秀。妆面不是是最后的一套红礼服吗？按理说，按理成章的时候，应该是模特应该走 catwalk 走出去的。我那时候就灵机一动，为什么模特要走出？为什么模特不能像 MTV 那种慢镜头跑出来啊？跑出去了后呢，然后就是扭头一转，没有想到那个用镜头录下来了后，他把它给放慢了。这人跑出去真是像我 MTV 上的那种画面，包括拧身的那种转身的那种画面，哎呀都超美。这个画面一直都延续了好多年，就是每一次中国国际时装周在回顾的时候，甚至有一些时尚盛世的时候，这个镜头都被广泛的利用。这场发布会让王洪民像黑马一样一炮而红，他终于登上自己多年梦想的时尚 T 台，从业余跨越到专业行列。在2002年和2003年连获中国最佳时装编导奖，以一场场成功的发布会印证了那句英雄不问出处的老话。你那个什么青啊，关灯了，好了，准备开始。每一年每一个时装周甚至每次演出都在重复的工作，但是呢我觉得没有止境。好，大海准备啊、哦、5 4，把音乐拉掉，3 2起。男模准备啊，灯管准备啊！哇，这个行业真的，为什么这么行业我也能，好多人都能这么去爱呢？它每年都是新的，它每一件事都让你接触最新的东西，你说你能厌倦吗？速度放慢了啊，咱们走在灯下。设计师老师准备好，让出再出，别着急，别着急啊。好了好了好了，走吧走吧，谢谢大家啊、哦、结束了 OK。 呀，王导啊，走了。哎呀，
你们过来看了是吧？行行行，辛苦了啊啊啊！回来咱们继续啊，好好好，啊啊。在一个繁忙的过后了吧，自己其实呢，心里话我挺孤独的，因为呢，自己这么大的岁数了，还是一个人啊，一个人就是面对着工作，面对着生活，面对着学习，是比较庆幸的，是因为我干了这么一个比较的让人天天可以愉悦的、可以开心的这样的一个工作啊，我只觉着我爱，我付出，我努力啊，我坚持。啊，我把每一件事都做到无遗憾，啊，没有遗憾，我觉得就够了。它也许也就是一种人生的享受吧，啊。